啊，哥哥，你在江湖行大真久，敢有啥物好耍的代志？是啦，大哥，讲来听嘛。哟，小妹，你将恁大哥当作是广告的心，那好啦，那我就来讲你的故事。哈，我的故事？是你大汉的故事啦。我大汉的故事？是，武林道上有一名真出名、正气凛然的角色，伊的名字无人不知。无人不晓，这个人就是刀光剑齿叶修天。刀光剑齿叶修天，敢是你跟我同款，面上有疤痕的人？无错，就是伊。这是真久以前的代志了。传说叶修天为高衙的妻子萧德英的左右。他的主人叫什么名我没记得了。入下两年的禁欲，他向武功的叶修天千里求师，但是所拜过的每一位师傅还被他的主人所杀。后来因为半道会的苦肉计，叶修天将他学生半道会作是无声的三色剑意。什么？这三招？剑两字你还知呢？剑术用在剑意，为是剑鞘。这样用起来，才随心应手。三色剑意也当变化千万招。哦，原来是此。为了我连叶修天定了以修为，万都会出一道苦敌，假手之声。不修心切的叶修天心不定。哪有可能想出答案？为此一夜别返，这个时阵贵人出现了，豪勇兄弟替伊解开了谜题，但叶小天也因此为了二十年的时光和豪勇兄弟，完全领会了假手之声。叶小天再也不是血气方刚的叶小天，你敢知伊做什么？伊是做什么？悲惨，挂断伊家己的喙齿。啊，为什么伊要自杀呢？因为假手之声意思就是无声之声。什么是无声之声？无声之声就是，今嘛讲给你听，你慢慢，以后你再慢慢体会吧。叶小天用伊的喙齿。我的半道会所独行的银红刀紫红剑，半道会在刀剑之上刻下刀光剑齿四字，叶小天名号就由此得来。伊也将伊踏上伊的路程，向洪武平甲伊的族人决斗。各位，我有事必须先离开了。万先生，故事。都好行到精彩的所在，你若听一半就要走了，我离开高雄林要一段时间了，回归天外再来故事。大哥，一件万幸真袂醉了，伊的面色无甚物好。唔知呢，见良子应该较好，你敢知影万先生怎样咯？我嘛唔知，卖插伊啦！大哥哥继续讲啊！是啦，叶小天后来怎样了？敢有打败伊的主人，换得伊的妻子的自由？啊，恁如今就只关心这点？对呀，你紧讲嘛！后来嘛。三天的时间将到了，可惜你却过不了今天，先发招。
是你。紧张紧张紧张，熊孩子要杀熊孩，阿彪熊孩子秘密的熊孩子，有办法脱险吗？不知道命运的人是无法改变命运，我既然已经知晓，什么东西不能改变？你跟小弟应是注定无办法斗阵，你注定永远拢杀不了叶修天。我不信，我不相信命运不能改变，我不相信此事你再多轮回，要休听。我不信终极一生，我拢杀不了你。好，我林飞东转天机，剑气传心定秀明，有几结果？请继续收看我们的宝地戏《霹雳雷霆》第25集，回顾以来。